吵吵也会吵一大回。你好，是我姚小姨。班长，我不准你伤害朋友。人生是用我的身躯来转世，变作是我的契机。实际上，伊是我的暗杀江德胜。赶紧找到江德胜，该转生出这个局来破坏，这是上要紧。所以哦，当我专心完成了后，我替白莹莹解毒杯。听你的嘛，原来恁两个早就已经串通好啊！把白莹的病符解开了，嘴拍开，病气胃水走出去。小玉，你去给小玉下了加重啊！今日死的是你，还有王运金，专心的是我家己。我没有，你给伤害的是。班长，你错，班长。主裁，我等着你进前，我绝对任何人当心。莹莹，你们不行吧？小月，阿公的性命已经行到尾了，干阿只有对不起你啊！上来，张大姐，别走袂去，我刚到心。袂安尼，束手就拔，算讲要死，我还甲你拼一个输赢。